地铁上被一个女孩靠着肩膀做了拔赞。喂，别睡了，你睡过了。你干嘛？不是你靠我肩膀睡着了。有病啊！哎，你这，你给我手机按摩了，你还骂？哎，美女，你手机？又是你？不是你电话？我说了没有电话，我有点事儿呢，你别磨叽了。我不是跟你搭讪。你叫我喊了。行，有你后悔的时候啊。最后等你十分钟，不回来我可走了。哎，这一天。这啥好人密码能设四个零啊？您已被我公司录取，请于下午6点来公司报。这不我公司吗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找啥呢？我手机丢了。手机丢了是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就是。哎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哥误会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才不挺厉害的吗？我以为你搭讪呢，哥，你现在能把手机给我了吗？我外面面试要迟到了。行吧，你快去吧，车到了。那个，今天下午是不是有女孩来公司面试啊？啊，对，是有一个。行，到时候领我办公室，我亲自面就行。哎，好的，梁总。嗯，好。梁总，面试到了，在您办公室呢。啊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嗯，一眼是吧？对，是你。